ZH30 异型隔绝式化学氧自救器是利用化学药品生氧原理制成的个人呼吸系统保护装置，具有初期生氧快、口距温度低、佩戴安全舒适等特点。佩戴时将专用腰带穿入自救器腰带挂环内，固定在背部右侧腰间。使用时先将自救器沿腰带转到右侧腹前，左手托底，右手由外向内揭开橡胶保护套，拉开红色开启扳手并扔掉封口袋，右手用力拔下上壳扔掉，把背带套在脖子上，整理好隔热垫，整理气囊，拔掉口距塞，同时拔出与之相连接的氧烛启动针并扔掉，将口距放入口中，置于唇齿之间，牙齿紧咬牙垫，闭紧嘴唇，双手掰开鼻夹，夹住鼻子，调整呼吸，迅速撤离现场。